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崩坏星穹铁道品诺康里要点一版本最新活动攻略》配方推导总览，《崩坏星穹铁道》以文杰杯中意识活动攻略《忧伤的怪物们》，《忧伤的怪物们》其五调酒金梦酒吧配方推导，《忧伤的怪物们》其四，《忧伤的怪物们》其六，指这个其四。好，开始之后呢，先看到小杰就左边西方向跑到这个高亮点啊。好，稍微看一眼之后呢，来再回到我们的调酒台。开始营业，还是一样，先来这个配方推导啊，先是这个漂亮冤家开始啊。首先一份腾腾博士，一份安神气泡饮，搅拌一下，然后呢再来一份提纯扶阳奶，下一步啊这边呢要用这个皮皮吸绒球完成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自由车站。好，这边的一份鸡焖果酱，一份魔血能量，搅拌一下。好，然后呢再来两份这个冰点苏乐达。下一步啊，挂上这个致谢挂件完成。好，最后是这个情绪电缆，开始推导。好，首先是一份极致糖浆，一份安神气泡饮，搅拌一下。然后呢再加入一份安神气泡饮，下一步啊这边挂的是这个哈努兄弟卡片，完成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配方推导三个都完成了，来我们直接开始接待。好，我们这边自由调制，它要这个小杯，我们选一个小杯啊，然后呢这个大量冰块。好，那么首先呢两份的安神气泡饮，一份的极致糖浆，下一步它需要一个代表匹诺康尼居民的，我们来一个皮皮吸绒球完成。好，自由调制啊，一个大型的古典杯，大量的冰块。好，我们这边三份的提纯扶阳奶的超浓厚啊，然后呢再来一份的极致糖浆，下一步给他选择一个哈努兄弟卡片完成。好，继续接待。好，我们来自由调制啊，这边选择一个大型的古典杯，然后呢它要求是扫冰，下一步基底啊我们加一个腾腾博士啊，然后呢再来一个西红果沙司啊，我们搅拌一下。好，然后呢我们来一杯魔血能量，再来一杯苏花青露，下一步啊随便挂个柠檬完成。好，自由调制，这边的话呢是一个小型古典杯，然后呢这个少量冰块。好，来一份安神气泡饮。好，然后呢再来两份的西红果沙司，下一步随便挂个柠檬完成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继续接待。好，这一次选左边甄选饮料，它有这个紫月亮，左下角这边大家看到左下角紫月亮。好，是一个小型的高脚杯，然后呢是少量的冰块啊，一份的冰点苏乐达拿到最底下，一份的苏花青露拿到最顶上，一份的提纯扶阳奶，下一步挂一个皮皮吸绒球完成。好，自由调制，这边是一个超大杯啊，选一个超大型古典杯，然后呢大量冰块，基底呢来一个娇娇博士啊，然后再来一个极致糖浆，搅拌一下。好，然后呢一份的极致糖浆，再来两份苏花青露，下一步挂片柠檬完成了。好，这边完成接待。看到我们的背后啊，过来找他们对话。好，我们这边先过来和这个淑女对话，哎，开启台的钟表把戏。好，跟着这个任务指引笔直往前走。进到房间之后呢，我们来下楼梯。好，下楼梯之后朝着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往前走，来摸一下我们这个充能塔，然后呢开启这一座桥的机关，跑过来先来找这个淑女。
好，然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往前走，走出这个红毯右拐，然后大家看到我们要走到苏格中间这一个黄色泡泡，上这面墙往前走啊，然后左拐，再用一次充能，接着向前走，前方左拐，再左拐，就可以找到这个淑女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，朝这个方向有两个气球的，往这走，然后右拐，开一下这座桥。开了这个桥之后呢，笔直往前走，前方这个小口，我们右拐进来，可以摸到一个充能塔。摸完充能塔之后呢，看回到这个小地图上方北方向，往前走，用一下我们的充能，翻上这一面墙啊，我再往前走，再用一次充能，翻到这面墙，过来找淑女。好，就完成他的情绪了，拿到20星熊。啊，再和这个忧郁派对话，开启他的这个钟表把戏。那这边就简单了，笔直往前走，做这个气泡弹珠机，顺着激光往前，第一个机关开启，第二个机关开启，旋转一次，第三个机关开启，第四个机关开启，第五个机关开启，旋转一次，第六个机关开启，旋转一次，第七个机关开启，旋转一次，第八个机关开启就好了。再顺着往后走，啊，他的这个也就完成了。好，这边对完话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往前走，然后左拐下楼梯。好，问的这边对完话，打完怪之后呢，看到小地图上方北方向，上楼梯，啊，然后右拐，再右拐，宝高亮点。好，这边给他调一杯饮料，我们这边选择一个小型的古典杯，啊，大量的冰块。好，这边来一份星空香槟，然后大家往下拉，来一份苏花青露，再来一份魔血能量就好了。下一步加一片柠檬，完成。好。对完话，我们再笔直往前和司令过来聊一聊。好，那么骑士到这边，我们去下皮再见的，拜拜。开始我们的起舞，朝着我们的小丢下方南方向笔直往前走，走个高亮点，我们跑过来。好，看完之后呢，来，我们回到这个吧台开始营业。那还是一样，先来这个配方推导，最后的三个了，开始推导。先是这个风中玫瑰啊，好，底下呢是这两份的怪味浓汁，然后呢来一份极致糖浆，来一份的这个娇娇博士，最后来一个安神气泡饮收顶。下一步啊，这边挂的是这个知更鸟卡片，完成。好，下一个想象的日出。好，先来一份这个醒神苏打水和这个怪味浓汁啊，我们进行一个搅拌。好，然后呢来一份鸡梦果酱，再来一个星空香槟收顶。下一步啊，这边挂的是这个仓鼠球骑士，完成。好，最后一个啦，这个漫长往昔啊，先进行一个冰点苏乐达和魔血能量的搅拌。好，再来一份冰点苏乐达，再来一份极致糖浆，下一步用的是这个钟表小子卡片，完成。他这样的全部调完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正常开始接待。好，你那边自由调制，他要一个超大杯啊，我们选择超大型古典杯啊，大量冰块。他这边呢要求是这个微甜，然后不小于，那我们这边来提纯抚摇奶星空香槟
娇娇博士，然后呢来一份怪味浓汁和醒神苏打水。好，下一步挂个柠檬完成。好，还是自由。接下来的话是大型古典杯，大量的冰块。好，首先是两份的这个星空香冰，然后大家往下拉，我们来一份鸡梦果酱啊，再来一份魔血能量就好了。下一步挂个柠檬完成，继续接待。好，还是左边啊，然后这个紫月亮开始调制啊，这个小型的高脚杯，少量的冰块，一份的冰点苏乐达拉到底下，一份的苏花青露拿到最顶上，一份的提春扶摇奶，下一步挂上一个 PPC 绒球就完成了。自由调制啊，这边是一个大型的古典杯，大量的冰块啊，两份的星空香冰，一份的娇娇博士，再往下拉一份的魔血能量，下一步挂个柠檬完成。好，自由调制，来一个大型古典杯，大量的冰块，基底的话呢，我们选择一份的安神气泡饮啊，和一份的极致糖浆，我们搅拌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加入两份的这个星空香冰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下一步，切片柠檬，完成。好，完成接待。来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往前走。来找这个小星星。好，开始还是钟表把戏。好，我们跟着这个任务指引先笔直往前走。好，接着笔直往前走。这边有个高亮点，我们过来。好，第一次选择，我们来选择右边，选择否。好，选择完之后呢，笔直往前走，前方左转。好，然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，这边下楼梯，前方的高亮点过来。好，第二次选择呢，我们选择左边，选择这个四。好，对话画，大家看到，好，对话画，我们先上楼梯，右转，然后笔直往前走，只有一扇门。好，这一次没得选，我们直接往前走。好，我们这边没得选啊，就跑我来否这边。好，再笔直往前走。好，领取这个小星星的20星琼。好，那起舞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我们在这边进行一个分批，我们去下一批再见的，拜拜。联系司令了，我们点击一下追踪，先读一下这个短信。好，读完短信之后呢，来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北方向往前走，前方右拐找到这个司令跟他对话。好，对话之后呢，我们再点击一下追踪，会来到黄金的时刻，到这个艾迪恩公园这个锚点。好，到了锚点，看到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往前走，然后呢，我们跟着这个司令往前走就好了。好，大家看到，如果这个狗和我一样被卡住了，我们打开地图传送到别的地方，打开地图再传送回刚刚这个钟表小子广场。好，重新过来跟这个狗走就好了。好，那么对完话，我们点击左边或者按 V 键追踪啊，直接传回到这个调饮吧台，朝着小区下方南方向往前走，和怪物们对个话。
好，兑完画之后呢，这边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自己直接调制，来一个小型的古典杯，大量的冰块。好，啊，然后呢，加入三份鸡梦果酱。下一步，柠檬完成。好，对舒温进行中标把戏。笔直往前走，到达这个任务高亮点。好，然后呢，看到小地图左边西方向，往前走，左拐下楼梯。好，这边对的话，再看回到小地图上方北方向，往前走。这边当心卡住啊。好，回到这个金梦酒吧，右转，再右转。好，那这边对话我们需要来拼一张拼图，来。好，首先是右上角这块拼图拿起来，大家看到放在这个位置。右边第二块拼图拿起来，大家看到放在左边左下角这个位置。好，左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最右边，左边第二块拼图拿起来放在右下角，最后一块拼图放进去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这一扇门，我们往前走。出了门之后呢，朝着小地图下方的南方向往前走。好，然后向左边下楼梯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来看回到小地图下方南方向，我们原路返回。好，对完话朝着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的这一扇门回到我们的酒吧中。好，对完话呢，我们接着过来拼拼图。右上角这块拼图拿起来，大家看到放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右下角这块拼图拿起来，大家看到放在右上角的位置，转一下。好，左上角的拼图拿起来放在我们的这个位置，大家看到左边第二块拿起来放在右下角，最后一块放进去转一下。好，这边对完话朝着小地图左边西方向笔直往前走。好，对完话原路返回。好，对完话看着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过来，再拼一次拼图。右上角的拼图拿起来放在右下角，右边第二个拼图拿起来放在刚刚这一块的上方，右边第三块拼图拿起来放在刚的左边，然后转一下。好，左上角第一块拼图放在最左边，左边第二块拼图放在左下角，最后一块拼图放上去补齐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再给自己调一杯专属饮料，大家这个随便来就可以了。我这边直接来三份提纯扶阳奶。下一步，薄荷叶完成。好，那到这边这个活动啊就全部完成了。啊，还难拿到一个成就。好，然后呢，大家打开这个旅行事迹，杯中意事，不要忘记把这个奖励啊全部给他领完。好，然后最顶上这一个，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营收等级啊，啊，这没事，我们其实已经完成了。来，关闭页面啊，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吧台，调饮工作台，右下角有一个营收统计，大家把我们拿过的小费全部提交，啊，我们这个营收等级呢就升满了。哎，大家看到，好，那到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这一个活动的全部奖励都已经领完了。好，这个活动到这边呢也就结束了，我们去期待下一个活动，再见了，再拜拜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